还有多少钱？是23.5。几十个我给打包了。我们来到了中国硅谷华夏北，然后直接来飞扬了，兄弟们，空太极的供应商。今天带兄弟们深入了解一下华夏北二手电子产品的拿货价格。打完了。对，有分别。多少钱？5150。然后这种的不打磨的多少钱？量就要5450。256斤。黑色的加一道。如果是电子标的话，就看我这个手表。电子版都是量级标准的。对。那有没有冲新的？冲新的是2200。就全新级标准是吧？好，行。你还有多少钱？14.35。14。几十个我给打包了。啊？好吧。今天打包吗？两斤。那价格的话，一台机70，好，可以，就安排了。兄弟们，尾插都是非常新的，新机电池效率100%的，是14.5 max， 现在性价比还是很高的，美版的双卡全网是5G 的。兄弟们，亮机14.5 max， 我感觉非常合适，但是我们家只要最好的标准，刚刚已经订了40-50台，最后的价格刚才也给兄弟们公布了，我感觉确实比较合适，因为最近行情16.5 max 已经爆发，15.5 max、14.5 max， 行情也已经降价以后基本平稳。想安排手机来不了华夏北没关系，如果你在济南，那更好了，你们买二手机记得多问行不？